这个夏天充满了艺术气息，百货业者是请到11位台湾跨领域的艺术家，以动物为主题，将百货公司打造成了野生花园。展览请到立体绘画大师许自贵，汇聚色彩的美学家黄兰雅，还有喵喵等艺术家，透过精细动人、幽默夸张的手法，不但有精致雕塑，也有穿戴时装的动物，用各种作品带领大家进入动物世界。